今天换我喂小猫，然后现在是凌晨一点。然后我现在要做的是泡奶粉，又有四汤匙的水，对，志明说要加一点点微温的热水，让牛奶温一点。好像有点太多。这个就是我们所需的道具，奶瓶、奶嘴、吸奶的针头、洗屁屁的水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要请这些恶魔们起床了，恶魔起来吃饭了。我现在要开始我的作业。不要抓那么大力！哎呦，喝完了，喝完尿尿尿，这是我们的公桶。好了，你好了，后面几只我就用缩时的好了，因为其实步骤差不多。超好笑！你会不会抓啦？有了有了，你抓到了，你喝到了。没有了，喝完了，尿尿。等一下，再喝一点，再偷偷给你喝一点，该不会还要吧？你就不是在尿尿吧？小花是刚刚我第一个看到她自己会用猫砂的，没有人教你就会用猫砂，天生就是当猫的命。小花吃饱了，小花猫你是刚刚第一个会用猫砂的呢，聪明哎，谁教你的？好了，没有了，那我来尿尿，吃饱就是尿尿。好，结束了。好，现在是1:30。然后预计7:00的时候再来喂你们，好不好？对。现在是7:00，用早餐给他们吃。11月15号回诊的时候，他们每次大概都200多公克，然后现在已经过了一个礼拜，然后我等一下会喂奶前来趁热看他们到底几公斤了，不是几克了，就先从1号开始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到，等一下你站着，等一下再用别的方式蹭好了，放弃。